持续关注九零二六路线客运托班问题的立法人蔡世英表示，依据核定内容，九零二六现有客运业者每天要开出一百六十八个班次，不过目前连一百二十个班次都有问题，因此公路总局方面已经陆续开出三十一张罚单。由于托班的主要原因在于现有业者的司机员及车辆数都不足，这段期间除了由公路总局方面协调多家客运业者资源外，蔡世英也协商公路总局方面依据《公路法》第四十一条规定。 在四月七号路审会议时，公告开放其他业者加入，来增加九零二六路线的运能。在四月七号公路总局的路审会议里面会，会呃要求公告开放第二家在尖峰时间经营的业者，来增加我们整个九零二六能够提供的一个运量跟运能。那所以也希望这个案子能够迅速的推动，那这样的话能够让我们呃台北呃基隆到南港的我们的用路人能够。 呃，除了呃符合皇家之外，有第二个选择，也让他来做。那这个事情在这个部分会继续来努力推动。另外，交通部方面提出补助司机员薪资方式，协助非直辖市的国道客运业者维持足够的客运班次及运能方案已经公告，将陆续在各地进行招聘活动。蔡生也呼吁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踊跃参加。呃，从三月开始，呃，公路总局有公告，呃，新的业机，呃，新的驾驶员的补贴方案。 那未来有几场的呃招招聘的说明会，那适应其中的其中的场次我也去参与。那如果有好朋友对于职业驾驶员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来报名，因为未来这个专案里面，公路总局将会呃做一个专案的补贴驾驶员的薪资。 让驾驶员在未来在公共服务的运输服务的过程当中，能够享受比较好的薪资的结构跟待遇。蔡世英强调，对于结构性问题，他会严格要求公路总局方面辅导业者，让全台的国道客运驾驶能够陆续补足，维护都会区通勤民众的需求。记者张启腾今晚报道。